想厝的人。他们说这首歌是感觉的国歌啦。嗯，我说当你们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不是敢那生一个滴几滴目屎尔，你们应该去想到了，有人在等。你是唯一一个到达我们这里的外国人，你能为我们做什么？你来是为了我们做什么？我说没有，我唱歌给你们听。